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在 PDF 上面输入文字。在现在时代，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可以 online 填写了，可是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一些表格下载下来填写了，然后再把它转寄给对方。最近我就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到，原来 macOS 里面有这样子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不用把这个 PDF print 下来，就可以填写里面的资料。很好用哦，那么现在我就来示范给你看。走，这一个呢就是我要填写的 PDF 啊，所以我们 double click 打开，建议是以 full screen 来看哦，因为这个太小个了。这一个的表格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更多我们需要填写的东西，像是一些英文字母，然后要打勾勾，然后我们在最后还可以放下自己的签名。首先我们先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Show Markup Toolbar， 关于这个打勾勾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左上角的这个 Sketch，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它的线的粗跟细哦。这里我觉得是使用最细的这个是最好，所以好像这个 New Registration， 然后我在这边打个勾，就很完美的可以在这边呈现了。然后关于写字的话呢，在这边我们可以按这个Test， 点它一下，它就出现在这个 PDF 的中间。所以我们只要 double click 这个 test， 然后写上你的字，华语、英文都可以哦，然后就可以放在这边了，就很完美的就可以结合在这个 PDF 里面。而这个 signature 呢，我们可以自己画，也可以放下图片哦。所以如果这是 signature 的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然后我们就点击 click here to begin， 然后我可以在我的 trackpad 这边画我的签名，然后随便按一个 keyboard key 就可以完了，然后按done，然后就点它一下，把它拉下来。如果你想要做笔记的话呢，其实右上角这个可以按 notes， 可以在这边填写，就是这样。所以人家一打开了，就可以看到这个 notes。当然这个只是 for MacBook 的啦，这是 for Mac 的，是不是很简单呢？其实很多这种小技巧隐藏在 MacOS 里面，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哦。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到什么样的小技巧的话，或者是 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 MacBook 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的话，请给我个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接受更多 MacBook 和 MacOS 的使用小技巧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号 TV。那我是三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